朋友们好，我是老二。元宝他俩在家呢，然后我今天自己出来了，今天来吃席了。我二姐夫那边的一个亲戚，然后去世了前两天。我今天来是代表我姐的娘家人来的，我爸妈不在了，所以说我就是我姐的娘家人。刚刚去买了两箱东西，然后一提纸，一挂鞭炮。你咋了？一会儿了过去了，磕个头都中了啊！磕几啊？磕仨。磕仨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下室吃饭呢，菜还没上呢，在这休息一会儿。呀。再给点盐。啊，我怕你看不见。掏十八张。牛肉。他等你了不？不是啊，他等我全都喝。到这儿溜达呗，这儿多嘞。那你找那瘦嘞。咱把他俩带回去了。光吃肉啊，好累。哎，你咋回来了？还俺妈妈不叫我去分流。那不去吧，老小了。那要摸摸脸。不叫。要摸摸脸都不叫摸。干啥了？俺楼底下有卖炮的。上回给你买的炮嘞？放完了。放完了。摸摸脸都不叫摸了，叫摸不叫？叫摸。想要炮了？那走。走吧。走吧，买炮可得是吧？一挂不着了。不知道多少钱呢？要买窜天猴儿。窜天猴儿，这不敢给小区放吧？拆人家了。是不是？这我知道多少。这吧，懂不懂？这五毛钱一盒。五毛钱一盒，兑一半。兑一半。给都要了，五毛钱一盒。别的不要了，这不要啊？弄两本这吧。哎呦呦呦呦，不中了。扔远点啊，扔远点。哎我操。
嗯。